看一下义乌的这冰雹能下多大吧，比鸡蛋都大，这化好大灰的了，这都看吧，看看看看啊，这都是冰雹下来。看到没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的。哦哟，这个宝马牌照都没上的，你看后面被砸成这样子了，这宝马还宝马 S1 后面被砸成这样子了，前面又没砸掉，后面是砸掉了。这宝马车看来不经砸，宝马车真的不经砸，天哪，砸成这样子。保险公司赔了，没关系，这天灾，现在天灾没办法，谁有办法？对，还好人站在，没事。那边有。我可以很实习吗？看一下义乌的下的冰雹大不大？我操！啊，一会儿地上下白了。看看这义乌下的冰雹，义乌下大冰雹了啊！好。这个义乌有一个棚是好的吗？反正我这一片是没有一个棚是好的，全部吹完。你这个农业你怎么搞？这种天灾你谁知道？没有任何预警啊，就算有预警也没用了，真的是有用吗？一个都没用。结束啊，结束。会下冰雹哦。下的比拳头还要大的冰雹，他妈的，没办法活了！我。妈的，我的车，操！这里面冰雹，啊，这么大！我的妈！我操！关键。看看那个下冰雹的，下冰雹的，看子，那个平台出纸的嘞，网也打得稀巴烂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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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都下的冰雹。对，大表也砸掉了，小表也砸掉了，妈的玻璃也砸碎了，妈的大灯也砸烂了，车引擎盖全部砸坏完了，妈妈倒车镜也。妈妈妈，一啥多方便吗？娘，学步电瓶车，学步扶梯吧，损失惨重。对啊，宝宝躲好了啊！车车没了。对啊，我们车子已经报废了。中国大陆极端天气频现，义乌遭大冰雹猛砸，大量车辆砸烂，庄稼损毁。3月25日，浙江义乌遭遇罕见冰雹袭击，有些大如鹅蛋，车玻璃被砸碗口大小的洞，车主忍不住大哭。中国天气网评论说犹如末日。视频显示，大大小小的冰雹噼里啪啦砸在车玻璃上，很多车的车玻璃被砸出碗口大的洞，地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冰雹。多辆汽车后挡风玻璃均被砸烂，而路上所有汽车车身均被砸出不小的凹坑。中国义乌网25日下午，义乌冰雹影响严重，截至当晚21时50分，人保财险义乌支公司接到冰雹灾害类车险报案9022件，农防险100件。车险受损类型主要集中在挡风玻璃、天窗砸穿、车体周身凹陷或油漆面受损等情况。本轮冰雹造成损失较为严重，预估本次义乌冰雹灾害保险行业赔付金额将超过1亿元。视频显示，义乌突降冰雹刮大风，将超市卷帘门整个掀起，门外箱子灌进屋内。店老板何先生称，中午还是大太阳，下午4点突然下起冰雹，风力达到了7级左右，卷闸门挡不住风，堆入在外面的箱子都吹进来了，有2扇卷帘门和3扇玻璃门损坏，货架也倒了。损失近3万元。据目击者描述，冰雹的大小如同鸡蛋，强度之大在当地实属罕见，网友纷纷表示太可怕了，真的恐怖。义乌那个冰雹吓死人，6点钟的天黑的和八九点差不多，我天，就这大雹子都能给人开了瓢。今天这个都快赶上鸡蛋大了，我的车玻璃砸裂了，还砸了很多坑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这个对流是真强，浙江义乌和武义的国家站出现了10级雷雨大风，武义上四宝村出现了12级雷雨大风。朋友圈里堵在路上，红绿灯全部瘫痪，车窗砸碎的人发出来的朋友圈能把人吓死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
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袋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袋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袋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袋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